国外也是这么和现在国外的烟，不都是在露天烟？大冬天的，你看中国的潘家大会在里边光着多好看！本来天冷也可苦呢，人家都穿着穿个厚的袍，穿个薄的，就他妈冻冰了。你看二十度的外边，别介，你看中国人搁大街上修那室内烟，不就都飘了？有一个似的，这里边你看，不能说是牛的也是，就是那个新年晚会都是露天。